无正信心，以正法中，犹疑无权，迷茫不了，是名疑惑。以佛法中心生疑惑，而不爱恼，是离菩萨行啊。各位，爱用心啊，人生爱真用心，时光短暂啊，真正是时间呢，是来不及无，日日时间在分秒中流逝过去，每一句话、一个字，也是安尼，句句秒秒啊，随着时间，同款是无形中的消息。咱爱用心、专心。句句入心，咱刻在咱的心板里，咱才有所得。所以爱时时多用心，好亲像一年365天啦，多用心啊！到底呢？讲过几千遍啦、是啊，用心才有法度呢，甲佛法、甲书义理啊，印证伫咱的心板里。也那无如水流逝啦。安尼直直流过去呢，流过无痕迹，那真可惜咯。要建立一个信，嘛无简单呐。虽然信心讲起来是这么容易，但是伫人的心。真正建立起来是真无简单。佛法安尼讲啊，信为道源功德表啊，重用一切诸善根。咱爱建立信心，咱才有法度。产生了咱的心地，咱无信心，咱就无心地啦。听搁较侪，咱的心拢无所得，所以定定定定啦，多用心啊。尤其是爱要用的是正信心。咱若无有正信心呐，咱正法就无法度入心。咱日日地面对着事啊、物啊、人啊，咱相信吗？相信呐、我人人都相信。我事事都相信，啊！你会晓选择无？选择爱相信的，是对的呢，唔对的呢？是是呢，也是非呢？你有所分别无？是非清楚无？非，你去信。
信邪道极，去信偏差的道理，也咱都颠倒了啦。不可啊，千万不可，毫厘偏差。咱那些毫厘的偏差，一邪千千万万偏而邪，所以咱爱真修得住这个净净心的心，净心的心，咱所接触到的事，要安怎来接事啊？要安怎做事啊？安尼呢，都会正确，是伫正。咱甲正法入心啦，咱用正信、正心、正思维等等，自然咱面对着的人事物，咱都无偏差，所以正信。心是偌呢重要啊！正信心若建立啦，咱才有法度正法念，正法念念在心，爱好好用心啦。也若无有正信念，啊，正法无伫咱诶心中，也难得下犹疑不决。啊，我对即个人，啊，讲即个代志，啊，即个人甲我讲诶，啊，我会当下决定无？哎呀，我家己都犹疑啦。我对人好坏，要安怎来裁决？唔知要安怎来决定，又惊真细心，那惊伊讲一点啊偏差，那责任真大咯。所以做代志，若无有正信念，无有正法，咱时时呢都会犹疑不决。真多代志，对的代志，把握刹那间，要赶紧决定，才有法度因缘一场即逝，因缘伫时间里，所以咱也都要真准确，用信心、正念来解决代志，同款的道理。也若无呢，那就是定定伫遐伫咧犹疑不决。尽管你是真虔诚，可是呢，信心无练出来，正信正法念，那无有练成功。凡事来到咱的面前，犹疑不决，安尼袂用的，咱都爱。真用心吗？训练咱家己好好正信、正法念心，自然落实伫生活中啦。对人事物呢，那有决断，唔是果断，是决断，真正正确。我就是安尼决定啦，自然呢。都未受迄个迷惘，啊！你愈想愈多啦，也愈是犹疑不决。咱的信心、信念建立起来，无有犹疑，那就自然真准确呢，就是决定，啊，都唔免搁伫遐迷惘啦，唔好搁伫遐犹疑啦。这就是伫人间出世的精神啊，
伫人间呢决定人间事。即咱最近啊，一直咧甲逐个人讲，一定智慧爱提出来，思修法思智，定定要互逐个人珍惜，甲生活呢合二为一。不管接触到代志，顶顶啊，逐个人开始都爱磨练啊。无间修、无义修、长时修、搁尊重修，这些爱时时念念接接啦，伫咱的心中呢，伫这个信念修持，唔通间断去。这大家人已经印伫心里啦，随境。这个跟人接触，自然啊，咱就心所属地，该安怎做，咱马上呢会当配合，会当决定。下决定的以前，当然啊，妙观察地已经呢真用心，所以这种的心，拢是伫信心正法中。这拢是关联，在日常生活、人事物中，一定呢爱训练出来，爱定定用心啦。所以，咱若会当无犹豫、无迷茫啦，安尼咱就会当真正脱离了疑惑。咱若有犹豫不决啦，或者是呢，有迷茫，无法度了解，啊，这呢，拢是一直、一直无明啊，不断顶顶塌塌，互咱呢，安尼一直伫疑惑中，常常讲断烦恼，断烦恼，咱就是爱提起无明，提起烦恼，提起惑。一切拢真清楚，跟人接触爱真清楚，啊，要安怎合成去使用，这爱真清楚。所以咱未用的呢，伫迄个所在犹豫，未用的伫迄个所在迷茫，未用的伫迄个所在疑惑，这拢爱去除啦，才会当好做事吼。以佛法中啦，心生疑惑，而不爱恼，是离菩萨行啦。但做代志都未用得有犹豫，未用得有迷茫，都未用得有疑惑啊，何况伫佛法中呢？咱也是伫佛法中啦，有迷惑，或者是呢？有疑，那亲像安尼啦，自然你的内心都无法度升起了对佛法的爱恼。那最近一直讲啊，爱好恼佛法，咱若无好恼佛法啦，咱未去追求，所以咱来好恼，内心爱真爱。爱发啊，因为咱发入心，咱得发喜，真欢喜。逐天听，逐天受用，思甲理汇合伫生活中，逐天都生活伫发喜中，所以生起了这份诶爱恼，真正欢喜啦。呀，咱若有疑惑呢，咱都无法度呢生起了爱恼佛法的心，所以咱要有爱恼，看看逐个人听话啦，伫这个所在、这个时间讲话，偌济国家
有时差，但是无秒差，共即个时间，遮济道场啦，逐个人同时听共款的声音，看共款的影像，逐天若是伫夜祖啦，伫咱的所在的。逐早起都拢爱4点外都爱出门，5点外到位，赶上了现在听经的时间。这3、4点钟都爱精神啊啦，准备呢爱出门，安尼到集会的地方去听经，这拢是。好熬佛法，爱熬佛法，听得欢喜。逐天连续几年来如一日啦，这叫做爱熬。有时阵啊，外地来的菩萨有代志转来啊，啊，看到师父就讲。师父真欢喜，我早起阁得到一个法，哦，原来是成语听到的啦。阁再听到咱的智光菩萨啦，病院行行看看，转来病院智光的心得，他就用早起呢的法套上啦，所看到。人生的无常，所听到的呢？哦，这个法呢，原来我已经用在什么款的环境中？听到因安尼伫咧分享，嘛是真欢喜呀！不管是听来的欢喜，看到代志呢，事甲理回合欢喜，再转述来。讲予咱听，也咱嘛真欢喜。讲一个法，讲者欢喜，听者欢喜，以事物回动欢喜，即种诶感受啦，欢喜。现在宣化笔记也出来啊，哦，看到因每一篇啦，诶生活中都是。甲听法有关，改变伊个人生，即叫做爱熬，爱熬佛法，把法啊听入心了啦，用在生活中，即叫做爱熬。但是呢，心若有疑惑啦，那就是日不爱熬。也不爱熬佛法呢，安尼就是离菩萨行啦。伊无法度发心，无法度启发到伊个爱心、信心、良心，无法度启发，自然啦，伊都无法度接近菩萨行，就是离菩萨行啦。所以咱爱听法，爱真用心，用正信心、正法心，爱伫正法中啊，逐天听，做代志，自然咱都无犹豫啦。咱要做诶代志，准确诶决定，咱诶心无迷茫啦，也无疑惑啦。世间事呢，真清楚，对佛法呢无疑，完全信任，不只是信任，也阁是呢信受奉行，力行菩萨道啊，这是真重要吼，爱用心啊。前面的文就是安尼讲。我以客的城，菩提树下坐，得行最正觉，
转无上法轮，你乃教化之令初发道心，今界自不退，适当的成佛。释迦佛甲弥勒菩萨的回答，就是啊，现在地下涌出各地来的这些菩萨啊，这些拢是我长久以来所教化，这是更加精明的文啊。但是现在呢，佛陀却是讲我已开的城，那就是今生咯。佛陀2000多年前啊，降生在迦毗罗卫国，迄个时皇宫内底产生了这位太子。大汉的时出皇宫啊，就去修行，离开啦。伫咧修行的中间，伫溪城菩提树下，伊眼光已成功接触啦。突然之间，迄个觉醒啊，以天地合二为一，天地宇宙之间无法不通啦，完全一切通达。迄个心境，这嘛定定伫咧描述啦，佛陀的心啊，心包太虚呀。迄个觉性呢，已经以天地宇宙呢，那合为一体啊。有啥物代志，伊无清楚呢？所以啊，现在佛陀向大家人安尼讲：我在溪城菩提树下开始觉悟了后，心顶正觉。觉悟了后，开始呢离开了迄个道场，开始啦到鹿野湾啦，向五位讲说苦集灭道转世提法，成立了佛法经，这完全完成啦，这咱拢讲过去了吼。那从安尼开始啦，佛陀呢就是开始走上了这个教化之道，从迄个时阵开始啦，那就是教化，一直呢释方便法啦，随机道。不管是小中大乘法，三乘法呢，从安尼开始，应众生的根基，深浅的法，大小根基啦，佛陀会当一语多观照，较愚钝的，伊所接受到的。那就是浅浅啊，伊听有；较中根基的呢，伫浅中有含义；搁较离根的呢，含义中啊有无限量的道理。这就是佛陀伊的说法，伊有无碍呀，奥说。一变在，所以呢，一语多观照啊，会当什么人、什么款的根基接受到听，就会当接受，会当了解。这个中间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，都会当接受啦。所以，令初发道心的人，
因嘛会当接受啊，各种无同的根基，大家人信受佛陀所教育，一信受就是该住不退，也是有法度安尼呢接受佛法吼，那就开始发心啦，起发心啦。开始修行，立志坚固，自然以方向准确，方向准确啦。开始用功，开导者，开始呢坚定的信心，一直呢向着正确的方向开导。所以经者道，道者路，即修行。往前行，大家人最终也是会当到生活的地点。所以佛陀讲：“五经说十义啦，念定一心信，五种求愿来，教化是定着。”我现在已经呢，真摊开讲真实话。将三性法啊，一转呢，列为一性，一实性法，甲大家人讲，所以证明啊，已经呢，十四品的内底，已经入门，就是拢讲啊，过去啊，现在啊，因缘譬如故事呢，佛陀。用种种法适应种种根基，迄、那个入门啊，安尼过啊啦。现在回到这个时阵，就是爱赶紧将本门啊，咱现在爱回归根本，法的源头安怎来？修行是安怎开始？这法的源头，所以佛陀一直呢，伫咧叮咛啊，本门要讲源头啦，一直爱大家人相信，这个信心一段时间一直讲爱相信，就是爱相信。佛陀伫遮再讲。五经说十义，再搁真明显，甲大家人讲，我现在是讲真正的话，大家人爱真相信，打从内心的真实义讲出来，大家人应该爱一心信，爱一心一意来相信吼，也若无相信呢？菩萨都建立不下来啦，那无相信佛法呢，无法度延伸落去。所以人人爱有信心啦。所以接落来的文就安尼讲：五种求愿来，教化是定着。啊，你若要爱知影，遮尼正侪种地涌出啦。这些菩萨啊的因缘啊，这我从九万以来教化，就是这些人，咱前面的文嘛有讲啊，这些人是我所教化，是我的弟子。咱前文，大家人应该还阁有记忆吼，那这些就是我。一地主啦，所以讲佛说五经说十义，就是要予大家人真知影，佛陀是真义者、实义者，无有妄义者。金刚经是安尼讲啊，所以伫即个所在呢，还要甲大家人讲，佛陀亲口甲大家讲，哇，讲。真实的话，吼，就是啊，要予大家人建立迄个信心，
绝对爱相信，无相信无法度搁听落去啦。一定爱相信，才有法度受用。所以，昔因过去讲，或者是现在讲，伫正门伫咧讲过去的因缘故事啦。那现在呢，回到倒来讲，伫现在今生呢，将成道说法啦。其实自古至今啦，拢是同款吼。佛陀所讲的法拢同款，起于成道的开始。佛陀啦，要来六幺万讲法，伊嘛经过一番的思考呢。众生啊，共穷，那要讲的法无法度直接讲，应该呢爱写。用办法，虽然真简单，人人皆有佛性。直接的话讲出去，人人都有成佛的源头。大家人共同有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啦、啊。这么简单的话讲出去，众生无法度相信，所以不得不。思考安怎去说法，让大家人会当信受人间法啦。然后呢，这人间法拢真清楚啦，才有法度呢，会晓如何脱离人间，会出世法，回归到真实的本性。这呢是佛经过思考过，所以必定呢，这四十多年间呐、啊，为劣机，就是讲较钝进去的人，就爱方便说吼、哦，用方便来讲啦、啊。那金银九成，经文的文咱讲，我九成佛道。啊，这些拢我道的，这些拢我教化，证明咱讲过去吼。那、哦、这是说实语，这是真实语。啊，那讲我即马才成道啦，啊，这呢是方便啦，为着适应众生，那因缘会合，啊，我都来这个所在，是生伫这个人间。出生啦、啊，在这个人间大汉修行成佛，这是显著给大家人看，这拢是方便啦、啊。其实佛陀唔免过来修行啊，伊呢是为着度众生啊，所以这拢是过程，这个过程呢就是为着入根基的人，所以。佛就是用阿弥的方便法应化身在人间吼、哦，所以现在讲的，伫咧讲过去的九成，已经真久真久以来，这个道心，这个源头都已经有啦，这是真实义吼，立定该动一心信，大家人。爱好好相信，爱好好接受啦，唔通有机会。
咱就是爱信佛啦，那依教奉行吼，这个教法咱一定爱安尼行。所以五种九万来教化是应照。从九万以来啦，空大劫来，九万呢是真长久。空大劫是无法度去算计啦，的数字吼，它真长久啦。教化是定大菩萨众，所以这这么长久成就啦。不断不断的生生世世，啊，伫咧教育啦，所以长久的时间，陆陆续续呢，咱过去伫咧讲行菩萨，那真多真多，啊，愈来愈成熟，亲像安尼呢，就是真多啦，就用长久的时间，那长久的空间。无量数的人间，他就用空大劫，安尼呢不断呐，诶，度化吼，即教育，可见生活啦，就是安尼，这么耐心呐，成就这多人，现在涌现在灵鹫山听法的大众吼，是九万点点劫啦。大通地幸福啦，点点结迄个以前吼，那已经呢都听法啦，都已经真透彻了解，在佛讲《法华经》啊，十六王子的事啊，大家人咱应该拢总会记，所以心带九万呐，点点结真长久吼，所以裂开。尽现愿吼，这就是安尼开启了过去无量无量世无量劫的时间，就是安尼一路来，简单的就是啊，甲大家人细说过去所现证的是这么多真实法啦，这就是过去。所教化吼，现在所成就这么多菩萨，那这是基文呐。这段基文是佛讲的长行文吼，那在佛上。所以佛前呐、啊，言菩萨众为圣道何所化？吼，佛前面所讲的，这些菩萨众是圣道后才感化过来啊。而以此不言，九万教化，明明都是讲。在溪的城，在菩提树下觉悟，然后呢，觉悟了才开始说法，才开始教化，就
现在你的讲法是安尼，忽然间来到法华会，那在这个灵山会上，忽然间讲，这拢是过去所累积来。佛陀呢是惊大家人呢，要信会起疑啦，所以佛陀还要再定好，搁予大家人了解吼。所以虽有依佛之果德啦，但利是其机吼，那用佛的果德，佛陀已经成佛，迄个累积来啦。遐尼长长久吼的时间呐，啊，现在呢已经是成这高德迄个累积吼，六道万行嘛，一定爱过啊。而且呢，啊，遐尼长久的时间累积来的高德呢，即马要来表现呐，这毋是咱众生。有法度去思考、去测量，这实在是无法度吼。咱的根基啦，咱的思量啦，真正无法度呢，会当完全体会了解啊。佛陀考虑到安尼一般的人啦，嘛无法度体会，所以佛先再三劝示。宽恕，大家人爱相信啦。我讲的是真实意啦。佛陀对众生呢，要接受伊，是累积遐久的时间。度众生，嘛惊咱听法啦，会起疑吼，无相信。所以呢，佛陀再三啦，甲咱讲，一定爱相信。我讲的是真实话，可见咱和佛陀的信心吼，还阁无够。众生的恭敬难调伏啊，佛陀还是要一直交代啦。你要相信，我是真实话哦，所以咱要好好用心哦，吼。所以逆时接落来这段文再讲，逆时。弥勒菩萨、摩诃萨及无所诸菩萨等，心生疑惑，怪迷情有，自作是念。因为看在迄个时阵，因为弥勒菩萨是大菩萨啦，尤其是呢，参加有真多菩萨，弥勒菩萨。是代替真多菩萨来请问呢？问佛陀讲：啊，这个菩萨是安怎浮起来的？伊的因缘是安怎？但是呢，经过了佛陀来讲这个因缘呐，弥勒菩萨这个本文来的，你是弥勒菩萨、摩诃萨及无所诸菩萨等。就是弥勒甲遮个菩萨吼，那虽然问啊啦，佛陀也答啊啦，心生疑惑，怪迷情有，还是呢不可思议。连弥勒菩萨，连群众啦，遐个菩萨还是呢，也阁有疑惑，怪迷情有。含捌听到，不只是遐个人，前面问毋捌看到，现在佛陀所答的呢，伊嘛讲毋捌听到。这在场的菩萨都有安尼的疑，何况呢？佛陀要对后面的众生啦，当然伊嘛爱再叮咛、再交代，其实。弥勒菩萨也是同款，那过去呢，文殊菩萨伫安乐行品啊，文殊菩萨呢，嘛惊咱众生
一接受佛法，听到佛陀讲，要持佛法呢，哎，一碰到安尼的困难，文殊菩萨嘛惊讲吼，这个人听到，哎，退失道心无，会互因惊到无？所以文殊菩萨故意问佛陀，佛陀既然这困难，要安怎去传法呢？佛陀这个开始呢，安乐行的方法，这个讲出来。现在呢，弥勒菩萨也是同款啊。弥勒菩萨啦，他也是惊讲哦，佛陀安尼讲，就结束啦，无人问啦。未来的众生啦，敢有法度相信？所以因用迄个时间要来为未来的众生啊，互因搁较清楚，搁较信心坚定。因为弥勒菩萨是未来众生佛现在的宝处，未来众生佛，所以娑婆世界呢的众生啊，甲弥勒菩萨也有真大的因缘。现在大家人好好信，以后要度嘛较好度啦。所以弥勒菩萨呢，他搁再同款代表这个菩萨啊，表现心生疑惑，怪味情有，感觉真奇怪。过去呢都唔捌听到，所以日作思念吼。这是弥勒菩萨，甲这个菩萨要表达的心声，大家人心嘛有尊严啦。这是会中闻法的人的心量，因一来是以释迦牟尼佛啊，成佛也未真久，40多年尔尔嘛。那甲现在《感化华经》啊，嘛是才40多年尔定。佛陀方便法是42年呢，那42年后才开始《感化华经》，所以佛成道啦，才40多年啦，所以成道未久啊。就讲道遮济人呢，所以因的心有疑。第二呢，是以菩萨智慧神通，所以大家人惊怪，因为呢，从地涌出啦，这些呢，拢是呢，看来足有智慧，也是已经德行具足啦。这些人，敢是佛从地这个人间成道了后啦？说法安尼都无偌久，哪会成就遮侪人呢？真呢，是因要表达这疑念啦，这是弥勒菩萨的疑念。在菩提树下，佛陀菩提树下瞬间呐，迄个体动太虚，迄种心与天空的心，安尼一接触到呢，就完全呐，释迦佛吼那迄当阵，突然之间呐，与宇宙完全。合为一体啊，所以体同太虚哦。
这忽然间汇合起来，那合会隔海，迄当阵呐，佛陀的智慧隔海完全现前呐，伊的心啊，伊天空大海啦，完全汇合，天地之间呐，完全汇合吼，汇成隔海啦，完全呈现出来。从安尼开始成正觉，才开始来教化。这大家人知影，佛陀成正觉啦，开悟啦，教化众生，大家相信。但是呢，要讲迄个长久劫的时间啦，伫咧教化，大家人都会生疑啦。度化这么多人，但是呢，到现在才成佛啦。这些菩萨这么有成就啊，还是安怎教？会当教出了呢，这么这么多的菩萨，这么成就，这是大家的心意啦。啊，这也是真难怪吼。因为呢，这人人都有一个灯，有一盏灯啊。咱人人呢，都有一个真如本性，只是咱就是好无明烦恼给遮盖去啦。所以使咱呢，原来的真如本性被暗伏起来。那亲像灯，灯火啦，也未点灯，那一灯燃起啦，能照破千古暗。只要一趴灯啦，点起来，一间暗室呢，千古拢该关密密、暗蒙蒙。只要你一支灯入去，敢唔就是？规间的暗室呢，都亮起来啦。同款的道理，佛。佛的心啦，心顶啦，点亮啦，伊开始就会当熄灭啦，这个恶气的暗，众生的心啊，这种恶乱无气、无明暗白，只要呢会当接受到佛的教化，啊，佛就是叫做觉嘛，觉叫做理。道理啦，接受着道理，人人啦、啊，心中呢都有一支蜡烛。咱若接触着迄个道理，就是这个灯光的火源。咱若接触着，同款人人啦、啊，这个千古以来的暗色啊，嘛会光起来啊，这是一定哦。呀，咱那是。常常在暗室内底无明佛性啊，作业都真大。各位菩萨，爱教这份，咱的心爱不断把无明去掉去，把咱的清净的心念爱常常保持着，安尼真单纯。真干净，佛法接受啦，那令人群中人群的烦恼呐，就是咱的菩提，烦恼即菩提，就是咱的道场，那真正是的，这个滚滚红尘中呐。看尽了人间疾苦，从远方宏观天下
天下间啊，伫现实处境啦，有偌尼侪呢苦难人，伫水深、伫火热的内底呢，每一天早会，咱讲偌侪国家，感受过偌侪国际间，各位。从安尼个内底去甲因探讨，真侪呢，众生无明业，照感着，咱爱真用心，不管是诚意，或者是造化啦，即个道理呢，源源呐，可以从人间事中呢来印证着，所以咱爱珍惜。珍惜在咱现在处境的平安，现在处境的接受着法，咱来干，正信心，正法念，咱来用在咱日常生活中。咱有安尼的心念，咱才有法度以菩萨道啦契合起来。要那无呢？咱离菩萨道会真远，咱会真迷茫，咱会真疑惑，都是伫人我是非中伫咧作业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啊。